no head, no eyeball. I need only one, no trigger down, no clinching, okay?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翔这样的比赛，我是蔡立贤，叫身边是评论员关月华老师。大家好，现在由红方的刘建立对上蓝方的戴佑，比赛开始了。这场比赛是中日对决，所以的相当的激烈。对，红方选手刘建立，是一名散打和自由和综合格斗双栖选手。对，而且是地主队的，来自沈阳荣道格斗的选手。荣道格斗呢，就是由韩杰带领的这个俱乐部，他们馆里面大概都 MMA 跟这个自由搏击都能打。对，蓝方选手也是在日本羽量级成绩非常好的一名来自日本的选手。他是日本泰拳馆的选手，所以上来双手都有带臂箍。那刘建立之前在我们龙宫队啊，这个第一砍劈很重，抽到对手这个受不了，而被 TKO 出局了。对，刘建立这名运动员是以爆发力和这个杀伤力很强的低扫著称的。是，但是呢，对方也是以这个腿法擅长的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接了漂亮的对手，这个是一个不允许的动作，推车是不允许的，大概可以上一步，但是一推不行啊，这个我们叫推车。对，可能会危害到对方选手的人身安全。其实刘建立的摔法很多了，因为他是打 MMA 的嘛，所以有时候会忘了。对，然后开局我们可以看到刘建立散打标志性的步伐的移动很灵活。是，那要注意啊，他有时候拳法比较不规范。对，对手还是通过低扫开路。对，哇，一个下手加一个，对，漂亮。刘建立还了一个低扫。对，那大佑在国内跟吴慧强打过，打满三回合是吴慧强打赢他。好，接完再一次。刘建立要注意一下，刘建立开始发威了，但是呢拳法就变乱了。对，动作幅度比较大。现在双方在交换扫踢。他的大摆拳在 MMA 里面很管用，但打自由搏击啊，要修一下，再细腻一点。对，因为拳套也比 MMA 的拳套要厚很多。对，哇，双方都在抽这个低腿啊，都很重的。一开始场面都非常的火爆。对，双方火力全开，根本没有试探。是。再一次，又是一个低扫踢。是，一个接腿完的低扫。挂到了裆部。哦，超人拳，因为刘建立个比较矮，一定要从空中攻击，一个摆拳，打得很灵活，就交叉立体进攻打得很灵活。是，这个蓝方选手也蛮能打硬仗的。好，刘建立一个假颈摔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假颈摔在我们的武林风的规则里面其实是不允许的。对，也属于一个不允许使用的主动摔法。通过第一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，这个练习散打出身的刘建立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技术动作。对，把自己的拳腿结合打得很流畅，一个大摆拳还有一个地砍踢。对，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